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来介绍糖醋甜不辣，材料有甜不辣、番茄酱、糖、乌醋、水跟一些白芝麻。好，油锅热，先放入甜不辣。让它煎到两面焦，那个有点脆度。那这边在煎甜不辣的时候，这边就可以来调酱汁，番茄酱、乌醋，看个人口味哈，喜欢吃甜一点、酸一点是个人口味。糖。拌成酱汁。好，甜不辣煎到两面都焦黄色，淋上酱汁，盖上盖子，让它煮到有点收汁。好，这个甜不辣哈，快收汁的时候，我加入太白粉水，让它勾点芡。现在甜不辣已经收汁了哈，都那今天盘底铺的是紫莴苣，我就可以盛盘了。最后撒上白芝麻粉，这道糖醋甜不辣就完成喽。